吃鸡腿卷，一会儿再吃，先吃大肠。我是用空气炸锅炸的，这个鸡腿卷也可以用空气炸锅炸。这个给我儿子留着，我儿子吃完吃大肠了。这个鸡腿卷，我是在真实市场买的。我不会做，是奥尔良口味。不要有很多人喷我说这么烫你吃就不能凉了吗？这东西凉了真不好吃，这包括大肠还是热的好吃，知道吗？